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林。这一次呢，跟全联合作，一样也是以巧克力为主题的东西。那我们已经绞尽脑汁，想要就是保留之前的巧克力受大家喜欢的巧克力风味，就是生巧啊，或是比较成人一点的口味，也有一些可以很适合小朋友的。然后这次还加了一些草莓元素的甜点，以及 cheese， 第一次出 cheese 蛋糕，所以非常期待这一次可以分享给大家。让我想到的是梵谷的那个星空啊，它的感觉，因为它的东西不是特别具象的东西，用巧克力抹酱啊，或是生巧的那种感觉，是可以把它弄成很像那样子风格的东西，某一些渐层搭配它那样的星空的感觉，所以我第一个想到是那幅画。因为上一次跟 We Sweet 在一次的合作，其实也在他们身上学到蛮多在全联的一些中央厨房的一些秘诀。其实跟不同的人联名啊，或是一起出一个新的口味，对我而言都是一种学习，所以也非常谢谢 We Sweet 让我可以发挥空间去做一些让我自己也喜欢的甜点，然后再分享给大家。